各位師弟咧，可以咧係即刻準備好啦。咁而下一隊為我哋表演嘅咧，就將會係南海黃飛鴻宗。黃飛鴻宗師寶，佢會為我哋表演《梅花三弄刀》。今日會揾陳忠祥師傅為我哋表演嘅係少林三支拳嘅局部噶。亦都係花洲會館嘅梁國雄師傅，為我哋準備會表演嘅係《皇家小型》。